曹峻玮，请你来之后旋转木马开心吗？开心，因为还有冰淇淋吃。好，五十问快问快答开始了。好。姓名？曹峻玮。年龄？十二。星座？金牛。一句话概括自己？吃货。换完牙了吗？并没有哦。除了上学和训练，还会做些什么？吃啊吃。喜欢在外边玩还是喜欢待在家里？待在家里吃。喜欢山还是喜欢海？海。喜欢看电视剧、电影还是动画片？动漫。最喜欢哪一部？家有木盒。最喜欢的角色？木口。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？哦嗨哟。早餐是西式还是中式？混搭呀，因为都很好吃。吃火锅必点的三样菜？最喜欢的三种水果？苹果、樱桃和草莓。酸甜苦辣咸最喜欢哪种味道？甜。去无人岛会带哪三样东西？哆啦 A 梦、哆啦 B 梦和睡梦。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想和谁成为室友？与其要一个室友的话，我还不如要一个用巧克力做的旋转木马。最喜欢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眼睛。最近在读的小说是什么？牙。最近在听的歌是什么？旗开得胜。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什么？哦。最想感谢的发明？巧克力。想和谁一起去看电影？和我的钱包。想介绍谁给家人认识？任何人。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？牙舍啊。最喜欢的科目？美术。最喜欢的季节？冬天。提到这个季节会想到的三样东西？年夜饭、雪还有红包。最喜欢的运动？散步。僵尸横行的末世会选择什么武器？我会选择狗带。想穿越到哪个年代？2017年。一般什么时候洗澡？晚上啊。想尝试的造型是什么？ cosplay。 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？又胖了。家族聚会时肯定会有的三样菜？想去哪里旅游？三亚。最想演的角色类型？大国王。心目中的英雄？我自己啊。最喜欢闻的味道？橘子的味道。最喜欢走是喜欢走读还是住校？走读啊。喜欢白色还是黑色？黑色。游乐场最喜欢的三个项目？流星拳、冲上云霄和旋转木马。最想拥有的超能力？说什么有什么那种。0到10分为自己穿衣品味打几分？9分。厨艺？10。运动神经？5。整洁程度？6。恋家程度？7。对 TF 家族的印象？特别好，就像爱巧克力一样爱。然后对我的印象呢？特别好，就像跟巧克力一样爱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难道你们小孩都喜欢坐旋转木马吗？我好晕啊。不晕啊。真的我好晕呢。那晕曹峻玮快问快答 over。 拜拜。